见到了皇上，见到了长辈，见到了皇后娘娘，我们要说给皇上请安，来蹲下来，蹲，半蹲，腿要并拢，膝盖也要并拢。不是的，宝贝儿，看我啊，给皇上请安，蹲下来，皇上请安，好，站起来。你们俩，你看，看您跟娘娘的眼睛，不要这样子乱看，头要这样平平的，然后走过去帅帅的，来试一下，两位，两位帅哥来试一下，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样，一二三，走起。好，回头，甩甩胳膊，轻轻的，自然一点。啊，太棒，太棒了！你是很酷的眼神，你是很有魅力的眼神，你们两个人截然不同，太棒了！啊，过关了！好，现在换两个公主来。看着宁妃娘娘走路的时候，帕子要这样甩来甩去，铜扁手了已经。我要学你这还不太容易。再走过来，哎呀，优雅的小公主，美的，美的，对，我们可以速度放慢一点。哎呀，铜扁手哦，注意，哎呀，太对了，来，学会啦，学会了。我跑，我跑，蘑菇，我天哪，有水坑，哪一个去？我也下不了，还有一个水坑，一个不了，又来一个水坑，绕过水坑，一个不了。会不会有老虎呀？我刚才听见老虎的声音。过来，过来，你叫我咋过这个？你直接，你从这踩地场就到这儿。不用，我直接迈到那不就行？对啊，你就可以迈到这儿。过来了我 ，yes。什么？我天哪！我看看，我天哪！不要过这么大的海。我闻见蘑菇的味儿了，我也闻到，但我一只蘑菇都没看见。冲啊，冲啊，冲冲，冲啊！哎，你逮到了一个蘑菇，蘑菇，在旁边还长了一个小蘑菇，蘑菇的分身。加油，继续！好，加油，加油！我们这个绝对体力好，绝对让他玩十分钟的，玩十分钟的。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再来！加油，加油！你现在，加油！哎，再起来！再上！再上！哎呦！后面没有 ID， 你再行，后面没有 ID， 太漂亮了！再起来！哎，继续，不慌。再快爬上去！
来，去儿子，儿子真棒，嗯，真乖，嗯，很棒，很好啊，厉害吧？啊，我都快要被摔疯了，我也是被摔晕了，快！爸爸们出列，然后进行评比，好，出列。小友准，左转弯起步走。准备，开始。快，好，准备好，等爸爸过来，我们就是跑出去啊！快跑，安静，好，好，准备好，加油，加油，漂亮，好。快，靓仔，快跑！加油，加油！靓仔，刹车！快跑！白起手来！耶、yeah ！好，阿白赢了！加油，加油！阿拉蕾！哎呀，爸，你帽子掉了！哎呀！啊，谢谢谢谢！帽子掉了！哎呀，很好很好很好！啊，曹老师，辛苦了！加油加油！刚才通过评比啊，这个二盘获得了胜利。那我们学一个敬茶的礼仪。第一步呢，先要给爸爸磕头。哦。第二步呢，才把茶敬给爸爸。然后呢，把你想跟爸爸说的话，可以跟爸爸说。我什么也不想说。嗯、啊。我觉得啊，不管说什么，只要说真心话就可以了。两只手端好，两只手端好啊！等一下一起来，现在别着急啊。端好啊，两只手，两只手端啊，两只手端，对。哥这样。focus， 专注，对。来跟老师一起来哈，爸爸您辛苦了，请喝茶。爸爸，爸爸，你辛苦了，请你喝茶。耶、yeah, ，谢谢。爸爸我爱你，爸爸我爱你。哇，谢谢，谢谢哇。阿恒，我希望你越来越快乐，健康长大，好不好？我希望你像一个男子汉一样，别哭，可不可以？我希望你越来越爱妈妈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我们最基本的礼仪，就是礼拜父。然后我们现在用礼拜的方式，就当做给爸爸的一个礼物吧。跪好，然后双手放在胸前，为了感恩父母给我们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一拜一起，对对，你看看看，手，谢谢爸爸，人都快了，放下去，就你离得远。然后平时有没有对爸爸还有或者妈妈做一些不好的话啊，或者不做一些不好的行为啊，说过什么不好的话啊？没有啊。没有吗？有没有惹爸爸或者妈妈生气啊？没有吗？没有。因为小孩很听话。有没有惹爸爸妈妈生气啊？惹了啊！平时我们对父母做了一些不恭敬的，或者说不好的话，所以要向父母忏悔，一再一拜。好，然后大家要记住恭敬父母，然后大家要记住，平时在家里的话恭敬父母，
然后父母才会更好的对待你们，才会培养你们。听进去了吗？听进去了。我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弄了。扶着那个别动啊！哎，小心跳去。哎呀，没事，别害怕，我保护你，很好玩的。对，哎，对，走稳一点，对，不要晃，慢点，慢点。胖儿，刚刚拉着那绳子，你看。妮娜，走，走。叫他我们上了，然后我们就齐天哥让一下，直接让开，真棒！妮娜走，走，妮娜往前走，妮娜自己走，走，走，妮娜迈脚走，好嘞！最后一步了，快点，舔上去，舔上去，好了，快点，最后一步了，快点，脚踩到上面。拉下去，拉下去，我给你扶着。拉下去，拉下去。脚踩在这里，走，妮娜，迈脚，走。妮娜，继续往前走，我相信你。